六个花相恋，走一个基本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单手拉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打手走基本步，走一个走两个大步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基本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往前弓腿，五吸腿跳跃走，一二三四五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我们在这个方向呢讲一下重点，重点呢我们先走一个基本步，再走一个单手拉花，走两个大步，大家看着了，我每次面对观众的时候肯定要做这个动作啊，然后再转身走一个基本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换手的时候右手，女士的右手就撑打开状态，左手一定要抓住男士的肘，胳膊肘，然后一呢五六一，这个一必须先上去啊，走一二三四五六一，这个一马上是跟六挨得很近，马上上去，二三四五吸腿，这个花这是亮点，一定要跳跃起来走，一二三啪，这个四和三挨得非常近啊，转身就下腰打开的时候呢，弓步腿弓步，可是手呢不动，对，弓出去，这时候手不动啊，手是高位，然后转身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花跳出来，这样跳出来就很有棱角。第八个花的分解，探花，一个基本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单手拉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换手，五六男女必须换手，一二转身，三四起身，五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这个花呢我讲一下它的重点，重点是五六单手拉花过来以后，五六必须迅速换手，一二三四五六必须换手，换完手以后就是一，一必须男女跨腿啊，跨腿是你看平背着背靠着背站，二我用这个手，女士的手在下方，男士的手在上面，女士把手往这儿一扶一垫，他就转过来了，三自己下腰，四起身，五歇，一二三四五六归位。要注意的，最主要注意的是单手拉花过来，这个五六的一必须跟得上。